从这次的这个阿富汗撤军啊，非常无序的一个撤军，大家看到了国际社会在关注什么？很多人联想到啊，中国人啊，中国人一般都联想到这个台湾，然后正反两方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美国人敲了一根钉子，说这个要按照北约标准来保卫蒙古，没戏了是吧？不用再谈了啊！美国人站出来了，站出来以后会用帮助科威特复国的方式呢，还是直接介入进来，变成一道盾牌？没有人知道，因为现在人们关注的还是阿富汗。但阿富汗，咱们对他的关注，退一万步来说，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看一看，你关注的是什么？是人道救援，是塔利班掌握政权以后能不能给妇女儿童一个基本的待遇，让他们正常的上学工作。现在喷杰希尔山谷小马苏德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跟阿富汗塔利班派过去的一些兵开始对峙，目前战争有可能会打响，这是内战。追着塔利班屁股后面打的 SS， 大家已经不关注了。那你告诉我，咱们关注的是什么？能解决塔利班的实际问题吗？如果说没有人能够解决塔利班对国内实行萨利亚法，那么对阿富汗的局势会有一个彻底的影响吗？那可想而知没有。那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联想到西方为什么要关门，因为他知道他比阿富汗更重要，投鼠忌器。按照日本人公布的全球70多项工业与服务，美国占24项，中国占17项，中美两个国家对整个世界影响之大，或者说整个世界对中美两国的依赖之大，远远不能与阿富汗相提并论。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太多的好办法，最终你看到的是双方都在关门。国际社会唯一能做的就是切断给共军的现金输送，不要再当现金来流了。中方能够做到的是保持一点点对外畅通的管道，原来是香港，现在香港的地位在被大大的削弱。中共在1997年收回主权以后，2019年开始收回治权。香港本来是准备把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三，最后人大怂了，没敢表决，因为股市暴跌，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好。那这些东西之前有没有呢？20年前立法会就曾经要修法，那个时候没成功不代表今后不会成功，对吧？所以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勉强的维持，
香港的地位削弱了，什么人可以替代他呢？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东南亚。作为中共输入战略物资的管道，那因为他们最起码是一长串的国家，终归会找到一些漏洞啊，有的上门主动勾的，比如说新加坡。那么只要能给中共有一丝向外经济勾兑的管道，政治上的对峙对他来说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看到中国国内从混改到今天的向共产主义靠拢，各个知名的企业都被绑上了贼船，主动交纳现金，或者叫交纳赎罪银。那这一切只反映出来一点，中共这个集权他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傻，他至少是目前有恃无恐。第一，你想剥离我在世界经济中占的份额需要时间，市场是非常脆弱的，各个法治国家对企业的约束仅仅限于政策扶持和国家补贴。如果说强制性的用法令来禁止对中国的投资，这需要各个国家做漫长的司法征途啊，应该来说短时间内你看不到，它要有足够的时间。那如果说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完成之前，企业的自主性相当大，大到没有哪一个政府是真的能够完全管束。至少我们知道的很多行业，它主要的利润在中国。你要是让它短时间内做出切割，这是很难的。比如说半导体行业，比如说大的零售商，其实我们看到的电商平台上中国商品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迷惑性很强，打着外国企业的牌子在中国出现的丑闻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提了，因为数不胜数。外国的消费者其实也在遭受这种痛苦，因为经常会货不对版，好就好在它便宜，很多人睁个眼闭个眼就算了。不是每一个人遇到货物质量差的时候都会选择退货的，很多人就把它丢弃了，连退货都嫌烦，因为太便宜了。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国际社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没有断绝，而且在短时间内它不可能完全断绝，那么中共获取外汇的可能是有的，他所以要进入更精细的计划，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获取外汇的能力是有，但是逐渐在失去，他在进行一轮调整，在调整之后他也希望通过重新包装能够换取至少是欧洲国家对他能够松一口气。他有他自身的问题，第一，在计划经济到来的时刻，国内的物资供应会出现短缺。第二，
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有很多国家已经逐渐在终止原先跟中国的合同，譬如说不许你开矿了，这一类的新闻不是今天才有。能不能运回来再其次，现在人家政府更迭了，原先制定的东西撕毁了，并不是说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人的未来，人家更关心的是怎么样找到更为合理的替代方。对我们看起来非常重要的道德因素、意识形态的对立，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交易，交易的筹码够不够，在哪里交易更为划算。企业都是非常精明的，没有哪一个企业会真的舍弃自己的利益站出来维护这个世界的公正。所以你看到阿富汗的今天，国际社会对他的关注程度，你就应该能看到关门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会有人举起人权的牌子强烈谴责，还会有什么呢？我知道大多数人都在期待，但是你期待的东西可能要很迟才会出现。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有一部分人会高呼啊，迟来的正义，更多的人根本就熬不到那一天。好了，谢谢大家，再见。